签过来，好吧？先我一边签过来。哎，看我。以阿红上菜红遍大街小巷的美食节目主持人陈红忙着签书，为了就是力挺好朋友基隆市议员郑文婷举办的爱心冰箱公益活动。我今天那是因为一句话，我就对新店，我就直接几台车都落车，就直接两个人接过来，因为我对我来讲，我感觉真有意义，真正真开巧就有安尼，但伫个即个。地平江阿都会地这江阿都会当带人以玩，让厝边阿最近来做这个公益的活动。这项在基隆庙口奠基宫前举办的捐百米送书的签书活动，吸引了许多民众参与。加上东区福人社与木兰狮子会等团体热情响应，限量100本陈红新书一下子就签完，让与好朋友远东泡泡冰老板市议会共同发起这项活动的市议员郑文婷相当感动。我在狮球岭服务处，就是我们狮球路26号狮球岭服务处这边有做爱心冰箱。那陈红跟怡慧两位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也很热心，想要让我们的爱心冰箱的物资能够更加的充实，所以就引爆我们三个共同脑力激荡，促成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我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爱心，让我们能够在利用这一个机会来得到一些物资上的一个捐赠，那可以充实我们爱心冰箱的一些物资，可以再去用这些物资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这些关怀户。郑文婷表示，募集的白米将转赠给需要的家庭，希望在寒冷的冬天让弱势民众感受到社会的温暖。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